我今年这么匆忙就走出来啊，无得卡。罗俊只是拄好去拄着邱如萍尔。伊从来不用这么温柔的眼神把我看过，罗俊，你哪会当安尼对待我？你实在就超过。安怎？你敢无话要对我讲？我伫等你向我坦白，我已经无耐心，看你继续拍戏啊！淑娟啊，咱做番尼久啊，我唔敢讲哦，我无讲过白贼，啊，不过就算有哦，我是为着你好，这个叫做善意的谎言哦。是不是为我好？应该是由我来判断，不是你讲的准守。我问你，多谢你甲邱如萍在度的，安尼 QQ 来来偏创啥？我哪有 QQ 六六啦？我都看到，你搁讲无？我真正甲伊无啥，你误会啊啦！你跟他真的没什么？当然没啊。那那些音乐呢？对你没任何意义。那正是他爸爸送他的啊，也不是我送的啊。我说的就是正群的爸爸。我说的是正群的亲生爸爸，陈志良。我说的就是正群的亲生爸爸，陈志良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就是陈志良，你就是郑群的亲生爸爸。你不会当讲啊？